他没有松开诶、欸，我看他没有松开诶、欸，试试看。开始移动。全速移动。嗯，我 K 住，我装这个墙好了。有啊，你看，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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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了。我大概知道了，再试试看这一次，就这样子。哦，对不起，他右键不能太早放开，因为我习惯就是右键勾到反弹之后直接放开右键。你看，有了。哎、欸，艾琳，我会了啦！来来来来来，就是你勾锁勾到之后撞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回来的时候再松开。大概这样吧。怎么撞这个就不行？全速前进。嗯，不能撞到人诶、欸，是吗？要五点了，还很久啦，还有四加二分钟。怎么又没了？可恶！又不行了。嚯嚯嚯嚯嚯！对耶，有延迟，那你们还是去看那个好 YT 的画面。嗯，啊，怎么又不行了？
有欸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距离不能太长，大概要这么近吧。啊，我又松开手了。啊，算了，不是了。不，再试一下。所以大概延迟一分钟。天哪，这么惨哦！嘣！哦，哎、欸，这不好，这不好抓时机耶。不过我大概会玩了。你要撞到墙之前就要燃烧起来，所以真的要这么近哎，像这样，对啊。实战要用很难呢、欸。解决目标了。我忘记我的首播开始咯。好，先关掉斗阵，离开对战室，退出游戏。跟你斗争，啊！怎么右上角出现这个分享我的？哎呦，坏掉了！小雨不是这样子的人啊！不是你们来看我家楼层。你们刚不是在讲说那红色蘑菇？哦，你的蘑菇好高哦！哇，对啊，我就说会长一个梗超长的，你看，就这个、啊。又高。传统，你好久没来了，传统。要许我再也不去了，吓死我了。传统，你怎么来一次就不来了呢？传统，哎呦呀！因为有一个怪人在喵喵喵。平常开车的也不是我啊！哎呦，怎么这边就只有你会开车啊？那个女仆，不要在那边装蒜了，女仆。谁？你那个女仆在笑的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哪个女仆在笑呢？她现在发现好像她快中枪了，她就完全不讲话了。假装没有这回事。对。哦，杰克就没来嘛，吼。哦。哦。哦。你有丝绸之处了哟。对啊，哇，可以给我？不行，啊，你不是女仆吗？不要满足主人的需求啊！开始乱讲话，所以要满足您的需求吗？对啊，给我。
很快哦，你看他们多闪啊！大哥，我吓死我了！我刚刚差一点点我就掉到岩浆里了。啊，被女仆吓到、哦！绿宝石，哦，好想要经验修补哦！不然你今天两个小时就钓鱼啊！我来钓鱼那个、啊，你可以去买那个、啊、那个礼包啊，礼包里面有，礼包里面有啊，恶魔对。哦，那个礼包是这样子，它是直接给你一把随机的那个道具，哦、有可能是铲，有可能是斧，有可能是剑，就是五种武器。太坏了吧？然后，对，五分之一的几率。然后呢，这里面的附魔呢，它是直接变成就是，它会模拟玩家四十等的经验值下去附魔。那我有个问题，它给的东西是等级什么的品质的？钻石、铁还是钻的？都是钻。哦，都是钻。赌博了、哦啊、可是 要有钻石才能赌啊。他是要几颗钻石啊？好像二十颗的吧，二十颗只能换一个。好，嗯，今天就来去玩抽奖，然后他有机会弄到就是修补，但也有机会有什么什么消失诅咒什么的都有。哎、欸，那想问一下，既然都有赌博系统，那有没有那个矿物兑换系统？对啊，之后会开有矿物礼包啊，可以买矿物礼包啊。三块钱，三个钻石，三块钱换一堆矿物哦，它是就是很随机的一堆矿物，因为我想说，我们之后挖矿一定挖到最后一大堆什么铁矿之类的，嗯、请问有几率换到很多钻石？哎呦喂，哦，我的铁矿啊，钻石啊，对啊，它那个礼包里面会有钻石吗？欸，我记得好像是没有啦。啊，那我就不去换、啊。那我也不要换。那你们想要？没有啦，我不是应该就是可以赌个博 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下次更新好不好？下次更新、啊。好。你怎么死了？团主人，你怎么追上我的死亡记录啦？明明就没追上，明明才一半多一点。你是不是想要追上我？所以故意跑到第二名啊？才不要追！哎呦，哎呦，你是不是想追人家、啊？我不要，我觉得很可怕，我觉得很恐怖。我怎么肌肉还是会消失嘞？今天不是没有大老鹰吗？今天是小老鹰吧？我想小老鹰，对，今天是小熊猫吧？你是小熊猫吧？有黑眼圈的老鹰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睡不饱，睡不饱。因为他太操劳了，所以都长不大，所以是小老鹰。小老鹰，好、哦，熊猫就熊猫，当什么老鹰？对呀、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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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为什么？哦、我的投入也不错啊，为什么拒绝我？哎、欸，我一开就开到锋利式掠夺三的钻剑呢。哦哟，哎呦，可以哦，挺棒哦，可以拿去刷东西，可以刷哈基的头颅了。哎、欸，哈基，你过来、欸、怎么了？过来仓库一下，这边很闪哦，这边也很闪哦。什么了吗？你过来看。团主人呼唤我，我来了。要许我，你这个声音我觉得很恐怖。你看，什么东西？不要砍我！你们在哪里？欸、你昨天说要把上次说要把这边变这样的，不然你说那放哪？你可以哎哈基，你直接当神棍好了。欸你才神棍，然后你就在这边冲哈神叫，哈神，哈神叫。所以繁星真的要当乞丐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就当啊。那允月想当什么啊？我下水道嘛。嗯，忍者龟好了。你不要跟我叫了呀！哇，好害羞，好害羞哦。为什么要学我？好害羞。哎呦！没有没有，嘉西，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我们怎么？我们怎么了？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没有没有，这一定是因为同星座的关系，我一定要推给星座。这是同星座的关系啊！气啊！当鳄鱼也可以啊，不然当鳄鱼好了啦。嗨嗨嗨！你为啥要穿圣斗士？
没有当圣斗士，没有当圣斗士，你知道那也是死路啊！装备会坏掉啦，会坏啦！完了，现在有人结怨了。哎呦，他下来当圣斗士，我只能打他了。他机坏掉了，干嘛坐我家、欸？你干嘛干什么？我关门啊！你打啊！种蘑菇要多高啊？你要种蘑菇啊？对啊，我想在地下室做一个可以种蘑菇的地方。我想要种蘑菇、哎呦，我觉得大朵那个蘑菇超可爱的。你那任务是怎样来的啊？人家给的，因为观众人家给的，观众投的吧？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 Google 表单，有个投稿的表单。其实我没有去看过，哎，他现在目前里面有几个人投啊？我也不知道现在。三四百个吧，可是应该有很多来乱的吧？我觉得，比如说把一组钻石丢到岩浆之类的。哇塞，这个都被我筛选掉了。还有一些什么？你看吧，果然在直播喵喵叫之类的，这个都被我筛选掉了。他一定是指定哈基，哈基还会删掉，不然他就放弃。真的，他是指定杰克。哦哦哦！哎呦，你们不用。在直播的时候不用啊，没关系嘛，你们一起啊。一起吗？哦，原来是一起的部分啊！不要拆我家，拜托你！不会拆你家啦，我在你家附近倒岩浆。哦，还好啦，我家烧不起来。那就在你家做一些陷阱啊，掉下去就是岩浆这样之类的。不要，可以用我房间的岩浆烧他家的蜜蜂。对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！哎呦，这个就很致命了。买啦！我错了，对不起。致命的伤害，马上道歉。对不起，祸不及家人，不要动他们。要动就来动我，不要动我家的蜜蜂。不要碰他们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可以挖多高啊？上面多高会被挖穿啊？应该不会知道哎，记得五格就够了哎。五格就够了吗？对，因为它有太高的海的。对，你太高的话，那个你的那个红色蘑菇。梗会很长，很恶心。哦，声音超小的、欸。我需要红色蘑菇跟褐色蘑菇都需要。哦呦，哦大大哇！你怎么了？差点被蘑菇挤死。哇！为什么？他又来偷袭了。音乐哦，你在这边种啊？啊，没有地表出来。怎么啦？哦，抱抱，什么抱抱？哇塞！抱抱，抱抱，抱抱，音乐，抱抱，抱抱，耶！啊，死了！啊，我要收集天才啊！我抱到音乐嘞，好恶心哦，这个人。耶！音乐是怎么被杀死的？金花剑了。你是怎么被杀死的？我被偷袭，先被砍掉一半的血，然后他打两趟，我喝了两瓶力量二的药水。哦，难怪想说上次在那边酿药水。嗯，现在剩下谁没被杀？没有啊，就这一场都没了。哎，对啊，这一轮的都有了，因为杰克不在，所以不算，所以他就可以拿了。耶！然后我们这个事情要保密哦。然后下一次杰克来的时候，我再穿军装在他面前。好好好好。因为就只剩他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太高了吧！啊，怎么了？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派 K 的哦。What？ 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雨坏掉了。小雨不是这样子的人啊。你来看我家龙色，你们刚不是在讲说那红色蘑菇？哦，你蘑菇好高哦！哇，对啊，我就说会长一个梗超长的，你看，就这个、啊、又高又大朵，那这哇塞，这朵不要拆了啦！哎、欸，我没有做过这么高的蘑菇、欸，我快笑死了！而且你知道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真的是很母汤。你赶快把那个旁边拆掉，拜托！不要啦，这朵很可爱。拜托拆掉！哦，你是说这两个啊？请拆掉！好，在哪里？我没看到啊。小雨家隔壁，在小雨家外面吗？外面。来地表就看到。这是你这个吧？那个阳台就是那个什么？你看那边油箱哦，油箱。对啊，这是你的油箱有没有？对，你的油箱是长那样的。哦，我的天哪！你知道他刚刚一瞬间长大，我真的觉得哦，没捕捉好，那可恶。
哎、欸，浅蓝色染料怎么合啊？蓝色染料啊，白痴哦、喔，白色啊，青金石加那个骨粉要再分解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还没分。你要再干嘛？哎、欸，你不要左右对称的，拜托，那很丑。我没有，我要做别的另外的颜色。左右对称，不是小你小雨现在就是要做啊？小雨不要啊！没有，我要做这个了，我要做。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这样很丑。还好吧？它那个伞不会连在一起啊。好。什么打你啊？干嘛啦？你们要干嘛啦？你们要干嘛了？我们玩香菇玩得很开心哎、欸，我看。正常来讲，棕色不是应该比较高吗？哎、欸，接回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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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、嗯、哦，你是不是神棍？你才神棍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拜托，坏坏掉啦！白痴，后面大家捡什么啦？拜拜，面前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啦。我后面大家捡上小袋子。你们要干嘛了？玩香菇玩得很开心哎、欸，我看。正常来讲，棕色不是应该比较高吗？哎、欸，接回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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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，你是不是神棍？你才神棍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拜托，坏坏掉啦！我本来是要捡那个哈基尔那个，之前有讲个肛门两个字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嘛，然后这边有自制的音效包，你看多少？然后他有这个，哎呦，终于没白痴哦！啊，肛门是开的，肛门，你们肛门是开的啊？那个，我想要把那肛门剪进去就比较好了，太超过了，我就没剪进去了。好了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！我后台我真的。延迟真的没办法了，我真的尽力了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那我们晚点七点再见啦，拜拜。超多的啊，哎、欸，我音效包剪了一大堆，原本还删掉一大堆音效包嘞，因为有些音效包就是团团跟他，像刚刚那个，我找一下哦、喔，音剪片，像。你才神棍嘛，声音就是有那个有陨月哈基、陨月哈基小雨三个人的声音，可能我之后就删掉了。像这个，你要交配？哎呦，抓奸定了！靠腰啊！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欸、会坏掉怎么不见呢？哇，那我是好快哦！你是不是神棍？啊！好！哈哈！团团猪叫声没有，团团都没有猪叫声吧？我有存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存团团的猪叫声诶、欸，猪叫声只有那个啦，那时候他们在玩，那时候的啦，我没有存那个音效包。好恐怖，我觉得害怕。咕叽咕叽，我喜欢吃炸胖胖啊。刷牙。嗯。等一下。哎呦，这什么鬼？好啦，没有了。好啦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